我住这栋楼，我的摩托车位一天到晚被这些不是住这里的人停满，你知道我心里温柔忍多久了吗？但我今天就喝酒就吐了，我跟你说 sorry， 我喝酒，但我没有吐到你的摩托车位，你报警，什么问题？你被软禁吗？候补所，我们不想啊。候补所吗？是你儿子这样对我们的。候补所吗？我称他。OK OK。你高一点给我这个。老贝啊。不要坐在我机车上。没有，我就坐你摩托车，不要。你怎么样？我没有破坏啊。机车下来。哦，我下来。那我等警察来看吗？等。OK OK。等。对吗、啊？这里是停车场吗？这边反正就是这一块。这边是停车。我们跟你问你，我们停车场。那其他人呢？其他人呢？你唔捌我、我儿子对你系列我已经答应唔了，你都不接受。不要撞人家的车子了，不要那么大声。他对我们大声，我们当然可以报警。我跟你讲，我讲他不可以，我今天中午给他定掉。好啊，可以。我们说我们这里不是停车场，你们不要这样子。你真的要动到这种程度？他没事喝酒，你想要动到那程度？我们是正常，你连我说什么正常的，你是正常的。我向你道歉呢。他们是喝酒不对。是谁？我跟你讲，你们不要这样说。我是他的父亲。我们刚刚只说那是我们的摩托车，接受都不接受，你要动吗？他抓着摩托车在吐，但是因为我们要回家，所以我们说我已经向你道歉了。然后他就站起来开始你凶我们，可是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他吐在摩托车上，喝酒就可以这样子吗？喝酒就可以这样子吗？